出来的啊？嗯，睁眼了就越狱啊，看你咋整。我看他睁眼了，没看他完全睁开了吗？好热吗？你摸一下，身上都凉了啊。那还摇尾巴呢，我看看，谁让你越狱呢？卡着了吧？你还知道上去？你刚才不把它叼上去呢？哎呀，你看，差一点，还是他？哎呀，这睁开眼之后，这他都站起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金阳，你看看这四只小家伙啊。刚睁眼就关不住了，就想越狱哈！我那一回来之后，在外边趴着一只，一开始以为是小木兰在这叫唤呢，过来之后还他自己。来了，你刚才在这，你咋不上去把它叼进去呢？小的时候叼，现在叼不动了。我估计是大了，它那嘴也不好叼了，所以说叼不进去。瓦根岛先吃一波奶吧。那得让木兰来啊。行。先进，看这几个，咦呀，睁开眼之后，躺好，都叫唤，嗷嗷叫，站起来了，躺好，咦呀，你可别上他脸上去，呀，蹭一下跑过去了，去，哎呀，你看这几个得起格子，哎，站起来了，刚睁开眼，四肢也有劲儿了，嗯。就开始越狱，行了，吃吧。越狱还不算完，还得站起来跑。好家伙，这，这一放奶，这小狗，张牙舞爪的。你看这爪子跟爪子干嘛呢？这是，这证明我们挨了吃那猪蹄儿还是管用的啊！奶水吃了一波又一波。哎、我说木兰吃的挺香的，它换了可都。他多吃两三个奶呢，他。那个爪子旁边还有一个呢，一会儿他换的话，给他安排上。他自己都找着了。你看木兰吃多快，家人们啊，这帮人家小狗这一波还没吃完呢，他都吃完一个了。嗯。哎呦。马上就要换。那动静不一样了啊。他咽的太快了。这个小家伙吃完了，吃完了吃底下。木兰在吃旁边那个呢。这个，还流了我都。这个，弄一脸，弄一脸吧，啊，看那脸上。我看着我木兰吃饭，我就，哎呀，我就想笑。吃了仨，你看他这一波吃仨，十个奶瓶他吃仨。哎呀呀！他吃过的人家也能吃出来，他没有吸干净，他就换。太霸道了！哎呀，我们木兰他爹是霸道总裁，我们木兰是霸王花。这家伙，前面这一个流奶的也可以让他拿过来吃，在底下呢。哎呦喂！嗯，就这个。别动，哎，我们这四只小家伙这一晃过去了15天了，已经两个礼拜了啊，从出生到现在到这个睁眼长本事了吧啊，睁眼了，学会跑了，再一个就是马上就要越狱啊，其中有一个就开始刚才就越狱了吧，还有一个差点没有跳出去的，是不是？嗯，哎呦，吓我一跳。你上辫子，这就是啥？睁开眼之后，本事越来越大。这些，你看他老是上不好管了。你别上前面来，他咬你。你来了，妈妈咬你啊！他不把你当做女儿看待。你看这只，你跑哪去？嗯，会走了。咱们把这个谁，把艾拉关出去吧，让他们跑跑。走了，艾拉。艾拉出去了，走。看这几个小家伙，行，可以，走得非常好，非常好。
你能不能别欺负人家？他那爪子扒拉人家，他那爪子，你看没？人家刚站起来走两步，他那爪子扒拉人家。呀，你看这大粗腿！站起来了啊！嗯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这家伙身子比木兰还长呢，这身子。别趴着了，我把你抱起来看看，再看看这一天变模样了没？啊，小眼儿都睁开了。他眼睛已经退化完了啊，能看见了，我估计。我看着还有这个一个蓝膜，是吧？一层膜。嗯。这家伙多粗！都钻我这底下了，还硬钻，还硬钻。你是小公小母，小公，我呀，哎呦，赶上木兰那头了。你家有煤矿是吧？啊，你家是不是用煤矿？黑脸儿。哎呦。哎呦，哎呦。这个气，这家伙。好，睡吧。这小母，这绝对是小母。哎，不让摸的。小公，小公。哎呀，真粗。一个个全是黑炭。嗯，拿来。那个小公，那个小母比他还粗呢。小母那边的，这小公应该是他。那只，那只，那只。这只小公，这只这只小母，这只小公，看看他俩。还是小公的。小公的。嗯。差不多。嗯。差不多，差不多，真黑。这小母不小。嗯。这小母不小也是。这四只小家伙啊，一天一个小模样。啊哈！昨天看他们眼睛的时候还是昏昏淡淡的，是吧？今天马上那个蓝膜就要去下去了，啊，等个一两天之后啊，他那个就有视力了。哎，再加上我们木兰带着他们去玩，这四只小家伙，你看后期那个活跃度比小木兰还要疯狂。看那劲儿，你看那劲儿，那劲儿往里钻，嗯、看见没？劲儿特别足，这腿部力量是真强。